那么大鸟已经这个死亡，那么三只幼鸟呢奄奄一息。经查看呢，了解呢，这个是我们国家保护濒危的一种物种，是叫东方白鹳。 然后在它这个羽毛逐渐丰满了之后，我们就在室外给它搭建了一个人工的鸟巢，然后让它们在上面去生活，一直到它们能够自己从巢穴飞下来之前，我们都是用盆去进行投食的，就喂食活的鱼虾。在它们能够自己飞下来之后，我们把鱼和这些食物投到水里边，让它们自己去锻炼这种捕食的能力。 放归，所以我就想，好，行，那个准备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正在展翅欲飞的这个三只东方白鹳啊，可以看到非常漂亮。受伤之后呢，也是第一时间把它，啊，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羽毛、黑色的外羽，还有这个所谓的大长腿啊。